精选，予伊亲近你，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。我欲因为你的厝，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。这是咱最近用圣诗来讨论咱的上帝。圣诗第65首，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灿烂的清晨，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，天父上帝，阮齐声阿乐称呼你尊名，请咱起立来敬拜首。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，愿主啊，永远的。
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。耶和华是你帮助，我伫万国的所在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地，我就无惊。阿弥陀佛。着甲我开机的门。我要伫地间下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。耶和华的门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我真侪真听话的。师傅所起杀的石，已经成做厝甲头的石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爱的万事万物最奇怪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。咱日子会用爱的万事快乐。耶和华，呾求你拯救。耶和华，求你帮我们发达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得着福气。耶和华是我的愿意的拯救万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人民最乖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因为伊会出来拯救你的。咱就照伊讲，一人一角，请咱起立来敬专首。起你奇妙的所作，愿我的敬拜甲所要献上的一切，予你的心欢喜。怜悯阮的天父啊，我要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常常予罪恶牵引阮。我要谦卑伫你的面前，承认阮的软弱，也要求主你帮助阮，予阮倚靠你来赢过捆绑阮的罪。最近伫国内外，发生真侪，予阮感觉无平安的事，总是主你捌对阮讲，你对阮所存的意思是想赐平安的意思，毋是降灾的，要予阮伫未见有盼望。愿你照你所应允的，
心思平安给阮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用永远的疼来疼阮，也让阮知影，因为你让耶稣替阮受钉在十字架顶，阮就有甲耶稣基督同款的价值。阮每一个人拢是上帝你的宝贝。主啊，阮知对创世以来，你讲出就有，你命令就徛在。阮是照你的形象所创造的，所以阮的嘴所讲出来的话，也带着极大的权柄。求主帮助阮，常常讲出正面、鼓励、造就、安慰的话，来代替遐负面、批评、伤害、咒诅的话。阮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阮的教会是一个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疼上帝的教会。阮的教会是一个疼厝边亲像家己的教会。阮的教会嘛是一个热心分享福音的教会。主啊，阮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阮正兄弟姊妹，身体有病痛的要得到医好，劳苦背重担的要得到安息，受困乏的要得到逃亡，心灵忧伤的要得到安慰，关系破碎的要得到和好。主啊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常常甲阮同在，大大祝福予阮，更新阮的生命。当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全然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的神甲红团队伫底，嘛甲阮所有正兄弟姊妹伫底，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